我们是创意人。我们今天是推广抱拳礼的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，比如说我们握手也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又可以抱拳来表示你好、敬仰啊。那么我就教大家一下，我们两个手拿出来，左手和右手手指都内扣，这个是拳头内扣，这个是掌心内扣，这样的方式，然后成一个圆弧状态，表示承让、久仰。